全开，一路周全没意外，等待着你的呼唤，秀出百变的心态，让我们牵手寻找未知的精彩，为了这个家园展示英雄的气概。小巴车，我名字叫歌德，每一刻这门就是为你开着，坐好扶稳马上出发，打开你的巢穴先锋。 Hey go go bus， 不论什么时候发起警报，校巴哥德马上赶到，巢穴先锋与你肩并肩，解决问题守护你的笑，计划就在心中，再多险阻也不怕累。校巴车，我名字叫哥德，每一刻车门就是为你开着，坐好扶稳马上出发，打开你的脑洞，就是巢穴先锋。 Go Go Bus， 就是巢穴先锋。大迷路，把这个齿轮放回原来的位置就没问题了。发生什么事了？我的蛋糕，这是蛋糕？玛妮莎，你可从来不会出错。本来设置了时间要从烤箱里拿出来的，可是机械中的时间才晚了2分钟，结果就烤焦了。时间不准真是太糟糕了，让我都没蛋糕吃了。所以这里设置的钟就是为了烤蛋糕？不是的，歌德，我们是在帮萨拉斯一起设计时钟，参加最佳时钟模型大赛，顺便做个小实验，看看哪个时钟的时间最准。哦，所以哪个最准呢？是这个吗？歌德，最不准的就是这个了。它是机械摆钟，通过内部的重锤提供动力，让钟摆晃动来计时。它的时间精准度取决于制造工艺。以前老式的机械摆钟，每天甚至能产生十几分钟的误差。那是这个？也不是哦，这是石英钟，是以石英振子的振动作为计时基准。所以它是电子钟的一种，石英钟每24小时的误差是0.864秒，那一定是它了，对不对，塞拉斯？恭喜你，答错了。什么？这是电子钟，它通过内部电子元件的脉冲来计时，每天24小时的误差也有0.2秒左右。啊？那到底是哪一种钟表最准时啊？这里只有三种啊。歌德，世界上最准的计时工具就是它，原子钟。它以原子的共振频率来计时，虽然说普通钟表产生的误差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几乎没有影响，但像北斗导航卫星等需要更高的时间精准度的，就需要用到原子钟。原子钟每天的误差仅为2纳秒，2000万年才误差1秒。你们都知道了，糊涂博士。昨天明日岛发射了新的导航卫星，里面安装了原子钟，就是我设计的，嘿嘿，全靠我。明日岛所有的机器人还有无人驾驶交通工具需要导航卫星才能分清方向。萨拉斯，为什么导航卫星要装原子钟才会让大家知道方向呀？小金，这涉及到导航卫星工作的原理。在我们的上空有好几十颗导航卫星围绕地球旋转，构成一个卫星网络。当我们想知道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就启动导航信号接收器，通过光速乘以时间就能算出导航卫星到接收器的距离，综合多个卫星到地面的距离，最后通过分析计算就能知道信号接收器的确切位置了。那原子钟真是太重要了，如果没有准确的时间就无法计算出正确的距离，导航定位也不会准确了。只要用原子钟模型参赛，第一名绝对是我。
这里有个螺丝松了。一颗小螺丝而已。你是不是想参考我的作品呢？什么？我没有。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这次我一定要拿第一。博士，等等我。已经到达目的地。这不是我的家。根据导航定位显示，这里就是。再见。等等啊！我的生日蛋糕来了。垃圾已投放完毕。好重啊！祝你生日快乐。等等，这里是餐厅，不是工地啊。有警报。机器人们都走错地方了，他们看上去就像迷路了一样。迷路，导航，卫星。甜甜，分析导航异常的原因。明白。找到原因了，是新发射的导航卫星时间出错了，它比标准的时间慢了0.864秒。很有可能是导航卫星上的原子钟出问题了，我们要立刻联系糊涂博士，让他把导航卫星的时间调整过来。奇怪，糊涂博士不在吗？博士可能在他的实验室里，我们先解决掉街上的麻烦，再去博士实验室看看。歌德，为了保证你不受影响迷路，我已经把明日岛的全息地图传送给你了。好的，甜甜，歌德出发喽！各就各位，脑洞大开，超旋能量球集合。科学 ，technology 代表技术 ，engineering 代表工程 ，art 代表艺术 ，mathematics 代表数学 ，athletics 代表运动，这一切组成了超级飓风。超级能量，哥德变身。出发吧！谢谢你们，超雪前锋。好的，歌德，我们立刻去找博士。明白。我们来错地方了。这里怎么也变成垃圾场了？超前先锋，我们出不来了。甜甜，你们负责关闭清洁机器人开关。明白。歌德，你用吊臂救出博士和芬奇。明白。关闭完成。好臭！我们得救了。芬奇，你好臭啊！博士，你也好臭。我要投诉这些清洁机器人。博士，这不怪他们，是你设计的原子钟提供的时间不准确，导致机器人导航定位发生错误。
让清洁机器人因为导航故障而迷路，才把实验室当成垃圾场。哎，我早就料到会这样，所以做了充足的准备。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芬奇，你们实验室也太乱了吧！我们可是超忙的科学家。好吧。找到了。这是导航卫星原子中的遥控装置，只要我动动手指，时间立刻恢复正常。哇哦，不愧是你，博士。奇怪，怎么连接不上呢？糟糕，大家快看！航线怎么偏离了？我也不清楚。好臭啊！快给我回来弄干净！喂，这不是我的快递，你送错人了。因为时钟不准，导航偏差幅度越来越大，更多的机器人迷路了，而且更多的清洁机器人也带着垃圾过来了。什么？不要啊！奇怪，新的导航卫星上的氢原子钟目前只工作了24个小时，就产生了0.864秒的误差。0.864秒？我记得石英钟每天的时间误差就是0.864秒。难道是导航卫星里安装的是石英钟？不是，没有，不要胡说啊！这不是要安装到导航卫星上的原子钟吗？芬奇，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博士，我不小心把原子钟砸坏了。我怕被你发现，就在卫星发射之前，临时用石英钟来代替。原来遥控器不起作用都是因为你违规操作导致的，反击！我下次不敢了，博士。伙伴们，我们要赶紧修好原子钟，重新安装到导航卫星里。没问题。大家要仔细检查一下。超雪先锋，还没好吗？已经修复好了，但是我们还要进行最终检查。还检查什么？立刻安装进导航卫星里，发射出去啊！越来越多垃圾堆积在这里了。哎呀呀，别过来，别过来！别着急，博士。夏拉斯，有发现，这里有一颗螺丝松动了。哼，一颗小螺丝而已。博士，螺丝虽然不起眼，但也会成为很大的安全隐患。拧好了，塞拉斯，再来检查一下吧。检查完毕，没有问题。我这边也没有问题。歌德，马上把原子钟送上太空。明白，太好了，歌德冲冲冲！甜甜，准备发射。好的。这风把天全开，一路周全没意外，等待着你的呼唤，秀出百变的心态，让我们牵手寻找未知的精彩。哈哈，导航启动成功。再见！太好了，一切都恢复正常，完成了！我们做到了！超雪先锋，这次一定是我赢。看这高科技的造型，为什么？博士，
小螺丝钉也会造成大事故的。爸爸，我们知道了。